正你们四个或者你一起去表演的时候，他是不是比较不常出错？不管舞蹈也好，唱歌也好，对他比较不常。那你们谁最常？最常哦，王仁甫跟王少伟常这样。那你们一八三？哦，少伟是学的最快，但是也错的最多。哦，所以说王少伟基本上这个人是出错大王。对对，连看的人都可以看错，他不会瞄你，他为什么要去瞄一个错的人？他除了出错大王之外，他还是丢三落四，什么东西他都可以弄丢。然后再来就是他，你骂他，他也毫不知廉耻，就他就觉得 OK， 我就是这样，你懂吗？我是觉得狮子座，只要是狮子座，真的都很爱面子，尤其是像我发现那个祝凡刚，他也是，他也是狮子座，他联想到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基本上狮子座就是他可以去他去讲人家的不好，然后他没办法接受人家讲不好，对对对，真的吗？哎，你们这种狮子跟我不一样。我都是只能听人家讲我不好，我没办法听人家讲我好。那通常这种也是爱面子的一种表现。对对对对，就是硬拼嘛。而且狮子座有一个最可怕的，吼，只要别人拱一拱就去付钱了。我有那种人家拱一拱我就付钱的，但我其实心里还蛮多 OS。就有一次我们五五六六几个去新加坡吃饭，然后因为那平常都是那个我们那些比如说那边的唱片公司会请我们去吃嘛，那有一次是因为我们多留一天，因为就是天气的关系，所以飞机飞不回来，那我们就私底下在那里多留一天，然后就想说啊，我们几个人再去吃那个很有名的那个黑胡椒蟹，那其实我们几个又很会吃，所以一次叫也不可能叫一只两只，我们就叫了一堆，然后结果这一次吃完之后呢，他们其他三位就很贱。吃一吃，然后就忽然其中一个喊一二三，他们其他几位还不止只有三位，因为还有工作人员，就全部喊说谢谢许梦哲，那意思就是要我付钱的意思。这时候罩不住，受不了，差不多，大家都谢谢了就付。对啊，我又不好意思说你们谢谢，我说哎不要了，大家一起平分什么的，我就 OK 卡拿出来刷。帅帅帅，就这样，就不是你这个不是死要面子，后面还有结局这样。刷完，哎，对不起，你卡爆了。你这不是死要面子，你这根本是盘子了，人家捧捧就付了。但你不好意思啊。哎，不是，我要跟你们讲，不是说因为他年纪小，我们三个凹他付钱。原因是出在就是说，当初他在进在这个团体，他是这两年才开始说愿意说请大家吃饭这个举动哦。以前他都花我们的，没有花你。对，你知道有多夸张？等一下我有还。你有多夸张？就是他会说。哎，茄子，那个你下午有没有空？我说干嘛？我们去那个什么什么店好不好？买衣服啊，你要陪我一起去。我说好啊，我去看好了。是他约我，结果我去，我想啊，这个不错，我就挑一两件这样。结果他拿了一堆，然后我要去结账的时候，他就从后面放着这样推进来到我旁边说：“哎，对不起，我今天没带钱，你帮我付。”不是问题，是我没有还，他就是这样没还。不是，这是我刚才讲到，我又讲到一个重点：狮子座为什么死要面子？而且他很懂的，他面子做给你啊，他才有面子啊。你帮他挡狼啊！你要这种立场去想，哦，对，就店家就会对，店家就会觉得说，哦，这个有鞋子重情重义。对，那请所有我认识的朋友，从今天开始，我把面子都给你，我不想再要面子，谢谢。这么坚持的一个人，他很爱面子，一定依然这么坚持。我也爱面子啊，他也爱面子，一定爱面子。他应该最爱面子。哦，真的吗？因为他在里面也是老大哥了嘛，对不对？而且我不太能允许出错这样。哦，这样太严格了吧？如果出错会怎么样？他会想办法凹回来。对，像因为我们其他三位是那种一天到晚忘东西的，然后一天到晚我们几个都会发生过那种，因为我们经常会出国，出国之后护照放在飞机上面，然后人就走。我刚刚听成出轨，不是出国，出国。然后后来有一次，就我们下去下飞机的时候，因为我们一下去之后，我们加上工作人员，有些坐经济舱，有些坐这个商务舱，然后会先在那个出关的地方等嘛。然后就有一次，我们就是在那里等的，等一等之后，他忽然想到啊，我的护照放在飞机上面。然后我们其他几位就逮到机会了，因为他平常都不会忘记。然后这一次他忘记，我们其他三位都没有，我们就一直笑他说哈哈，你看你忘记了吧，还笑我们。他就说，哎，要是你们的话，你们已经到了饭店才想到，我在这里我就想到了。来面，来面，来面，这样硬凹回来说，哎，至少我很快，我不到五分钟我就想到。那你们乔杰利这么多的师弟，有没有人敢当面跟你讲的？哎，茄子，我觉得你这个。不对，基本上师弟一定不敢，师弟妹他们一定不敢。然后我们其他几位，他们敢啊，也会讲，
会，就有时候会，我们几个会在那里讨论说，哎，他干嘛那么死脑筋？就这样这样这样不就好了吗？然后干嘛一定要照规矩，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子来？哦，他太，他就是比较规矩。那你们是用暗示的还是用？没有直接讲。哦，直接讲。直接，我们几个，我们四个嘴巴都比毒的。平常在表演的时候，比如说演唱会也好啊，或者不管，反正你们四个或者你一起去表演的时候，他是不是比较不常出错？不管舞蹈也好，唱歌也好。对他比较不长，那你们谁最长？最长、哦，王仁甫跟王少爷的兵，是不是？哎、欸，就是不在场的就最长，不是？不是，因为我们舞蹈编排经常他们两个是在同一边，那王少爷因为比较高是在后排，然后王仁甫在前排，那王少爷一天到晚在瞄王仁甫，那王仁甫一天到晚出错，他永远都在瞄错的。这个事件是这样，因为我们其实就每次排舞都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嘛，啊，比方说我在这，仁甫在这。然后少伟就会在我后面，孟哲就会在那个仁甫后面。对。然后呢，因为久而久之我都不太会错嘛，那就是少伟他都会觉得说啊，反正鞋子在我前面，你知道吗？他都有那种边瞄边跳的心态，然后就自己觉得 OK。就有一次不知道老师为什么排舞把他排到仁甫那边挂，因为他就一直瞄仁甫，然后仁甫跳错，然后下来之后他还骂仁甫说你不要跳错。经常这样。那你们一八三？哦，少伟是学的最快，但是也错的最多。哎，可是他讲是你，我不可能，我是学的最慢，然后错的最少。错的最少。哦，所以说王少伟基本上这个人是出错大王。对对不对？连看的人都可以看错，他不会瞄你，他为什么要去瞄一个错的人？他除了出错大王之外，他还是丢三落四，什么东西他都可以弄丢。然后再来就是他，你骂他，他也毫不知廉耻，就对他就觉得 OK， 我就是这样，你懂吗？他就是比方说，你要想要球帽，你给他，他可以第二天就不见，一人才一顶哦。而且更夸张的是，他不见，他明明是自己用丢，还自己对自己发脾气。对，他会觉得为什么我又用丢一个东西，但他不会想说我要改，他只会发这招，我为什么又用丢？这招好用在哪里？那个球队经理也不好意思干掉他。对，你先对自己生气了，先安慰好了，算了，别气了，不要安慰我，算了，我觉得我太可恶了，球队算了算了，再给我一顶新的，好了好了，别气了，一定是这样，这招很好用，那你要学起来。那你们觉得男人就女人呐、啊，女人常常得了便宜还卖乖，比如说我们大家出去玩啊，都我们男人在付钱，那有些女人就会讲，对啊，你们男人爱面子嘛，所以你们都是要你们付，你们觉得这个观念是不是错误？我们付钱哪里是爱面子？我们付钱是因为我们 gentleman。对，我觉得这是一种绅士态度吧。对，因为其实像我自己，我也都一直觉得，就是我觉得男生跟女生吃饭的话，哪怕是一群人，我觉得可能都是要男生付钱。嗯，我觉得女生付感觉就怪，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不出原因，但就感觉就怪。嗯，最低最低的底线是各付各的。嗯，大家就 OK 这样子，我觉得让女生付就感觉被包养，嗯，就没面子，没面子，没面子，怕。邻座看到，哎、欸，怎么会马子付钱？小白脸啊，孙贤是背包，对，就那么一顿饭，真的，对不对？那个付钱的，你两年前以前不是狮子座哈，是这两年才成为狮子座的，这两年比较明显啊，哦、对，甚至忽然改到狮子座，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你觉得女人讲我们男爱面子爱付钱，你觉得呢？女人，你跟女人出去你会付钱吗？不会，好，多半都是各付各的。比如说，如果是对他有意思或者是怎么样，我就是会帮他付或者是怎么样。但如果比如说只是单纯朋友出去的话，我就是各付各的。我觉得这没什么好去说，我一定要帮你付，因为我们大家只是朋友出来，那各付各的。所以当被你请的时候，就表示你对他有邪念。也不一定啊，有时候如果是太就是金额很少的话，就哎我自己付。我就一起付，金额少大概是多少钱之内？你觉得 OK？ 我先付。你跟我讲30块，我就揍你。多少？看那时候手头怎么样啊？一般来讲，平均大概500块之内的。500块之内，我一定就是先付掉。对啊，几百块钱，因为一两百块，你跟他拿也看着也奇怪。可是你有没有跟人家吃饭吃一次？比如说啊，那我们各付各，女的这样。不会，不会，不会。对啊，他不付。我只是有那种发生过。我出来吃饭，然后出来才发现我忘了带钱包。但是我是真的，哎，你这一招怎么买衣服也用，吃饭也用啊？我是真的点了才发现。被他受害过，应该看电影的时候有吧？
你怎么都有啊？没有啦，他会有，他常忘了带钱。对，因为我是那种身上不会带很多的，因为没带钱，人家就会帮他付啊。对，没有，我多半我都用刷的，所以我不会身上带很多钱。所以我多半有时候，比如说一下现在没有很现场没有很多的话，就是事后会给。对他都会忘了带钱包。